一掌在水果的下面的括号你画勾，你看一下哪下面哪个是水果，就把它打勾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水果，这个是水果啊，对，好，打勾吧。嗯，还有呢？还有没有？看一下啊、嗯，还有呢？还有没有？还有啊，对，还有吗？再看一下，还有，这个不是啊，这是嗯，好，真棒，好的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。七怎么写？七是这红字。哦，下面葡萄有几个？几串？嗯，两个。写二。这边胡萝卜有几个？四。四怎么写？四是横着写的。下面洋葱有几个？一二三四五。五怎么写？五是秤钩的。五像秤钩是吧？嗯，对。南瓜有几个？南瓜一个。啊，写一。哇，好，我们家宝宝哦，每天都会训练15分钟，这个就是丁小璐家的思维启蒙奥数训练。3到6岁呢是宝宝的思维启蒙的黄金年龄，所以说不要错过。这一套呢就一共6册，就是吧？这是科学编排，由浅入深，它里面呢海量的内容，题型丰富啊，让宝宝爱上学习，每天15分钟，让宝宝爱上学习。